主料：低筋面粉40克，玉米淀粉40克，黄油40克。辅料：熟鸡蛋黄一个，盐 0.5 克，糖20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黄油提前软化，低筋面粉、玉米淀粉、糖、盐倒入盛有黄油的容器中，筛入蛋黄，搅拌均匀，放入保鲜袋中入冰箱冷藏20分钟。面团分成一个个小剂子，大约6克，用拇指摁出花纹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170度15分钟。烹饪技巧：糖的用量根据自己的喜欢酌情加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